那你练一下保点吧。嗯，翔哥二，嗯，好像诸位选的二是最多的呀，二是笑，二是铁血丹心吗？我怎么觉得我今天早上嗓子有点哑呢？翔哥也能听出我嗓子有点哑吗？俺昨天晚上练保点练过了。 感谢我们灿灿送来的520星星队，星星啊，灿灿，灿灿星星，咱可以把星星换成人气票不？你的星星传音收到了，我们心相印，心相结。 好，下一首曲子是弹《铁血丹心》，对吧？啊，这台曲子我得改个调呀。嗯，家人们，刷刷人气票的广告，我们每一位家人至少送一张副人气票哈，家人们。 好，传音已经准备好，准备弹一首《铁血丹心》了。嗯，杜总，你咱们能改个名字吗？改个都来呗。我一说都走你好，都走，这对我人气不妙啊！你这个名字起的一点都不吉利，那就换一个都来。就都写个都来。 是不？我说都走都走，那直播间的少强鬼下面一听，哎，传怎么回事？怎么传音要我们都走啊？是吧？本来就人没人了，都来都来，都走，你快去改个名字，改成都来看传音，都赶紧来，改成都赶紧来。 三个造人上人，上，画上令狐冲败壁，每天来拜见的令狐冲没有50个，也有20个，那么把你的独孤九剑展示一下，让我们看看你是真是假。改成来人，对。 好，诸位少侠女侠们，接下来呢，我将为你们弹奏一首《铁血丹心》。诸位少侠女侠们，诸位少侠女侠们，来，红颜弹指老，刹那显芳华。与其天涯弑君，不如相忘江湖共识曲。来。 你为了你我的红颜知己，点点赞，助助力，我们一起相守江湖路。现在给我们俩是1.1万的点赞，对吗？来，把它点到3万整，传音祝你们财富千千万。铁血丹心送给大家。
愿祝你们事业长长久久。小星星，祝你们万事都顺心，一人一根棒棒糖，祝你们有车又有房。都你去改名字呀，你改成都来，跟你说了几遍了。吃什么面呢？啊，面也分为好几种啊，吃面粉。你是去吃面粉了吗？没亮灯牌的家人们，记得亮一个灯牌。相思闲，尘缘浅，红尘一梦弹指间，轮回换宿命签，回眸一看旧缘。各位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，免费的关注点一点，为了我们这份来自江湖的缘分，灯牌亮一亮，你我江湖路上更敞亮。面粉能吃吗？能吃，面子用水泡一泡可以，味道还不错。好的，菜菜忙完再来。你这改名字改成都来，昨天晚上就跟你说了，那我就不叫你的名字了啊。咱是不是人走了就都赖他，是不是？谈呀谈。早上好。来，我黑木崖周围上香女侠们，下一首曲子你们想听什么呢？对，听传音的，没错，一定要去听传音的。但是我怀疑他没次数了，因为他每个月都改好几次，什么这个名字那个名字，这个名字那个名字，那还是不行的，翔哥。他时不时的还都帮出来，当黑木崖没有电费的时候，他都会来掉电费的，怎么能把他拉黑呢？不能，为了电费也不能把他拉黑啊。谈话节目，你想跟我谈心吗？来，作为上香女侠，下一首曲子，下一首曲子我们就给你们来一首四级，好不好？一首四级，我准备送给大家了。四级你们听过吗？给你们听一听啊。听过四级的扣一波一，没听过的扣一波二。
这位壮士，传音不叫侃侃，我叫传音。侠们，诸位，人间自有真情在，给我点赞你最善，来把赞一起来点点，现在是1.5万，我们点到3万整，你们意下如何呀？来，诸位点赞了，点到3万整，辛苦一下，诸位少侠女侠们，来弹琴。非常经典的作品。这位少侠女侠们，此琴能弹尽天下不快之事，此音能弹尽天下不语之心。如果你在传音直播间里面能感受到一种去忧之心，来一人一颗小星星，去掉你我的不语心。谢谢翔哥的动听队。你七个大鼓能破我天魔琴。哎，口气不小呀。翔哥送来的520星星大队，这位少侠女侠，要想抖音玩得欢，关注榜一到榜三，来为我们的榜一专一翔哥点一波关注，为他把士气涨上一涨，也为我们的榜二南城王菲，给我们的王菲点一波关注，为他把士气涨一涨，还有我们的菜菜女侠点一波关注啊。大家把他们士气一起来往上涨一涨，想交朋友的诸位在公屏上面扣一波交朋友，大家行走江湖，喝的要是好酒，交的也是好友。不，倒地图血了。啊，原来如此，那就看看他有没有上小星星。
如果生了小星星的话，就把它扶起来，给它喂一颗仙丹。它如果没生小星星的话，就让它自生自灭吧。今晚九十号会有直播吗？没有。彩虹云雨霞没有，我们最近晚上不播。想听十面埋伏呀？那你加入黑木羊来抵量传音令，我可以选一来加入黑木单，加入我们的曲目单嘛。来，准备下一首曲子，来，下一首曲子，家人们想听什么呢？想听《刀剑如梦》，选一；《精忠报国》，选二；《万里长城永不倒》，选三。感谢全网你最帅！如果你来帮传音点赞，你就会成为最帅的。欢迎所有先传音令回家的家人们，家人们灯牌点亮，欢迎你们回家了。一刀剑如梦吗？好，江湖儿女一笑泯恩仇啊。再次欢迎所有来到我黑木崖的少侠女侠们。接下来我们将准备弹奏一首《刀剑如梦》。谁与我生死与共，少侠女侠们，夜底长花一度，梦里弹琴几回。佛说前生五百次的回眸，才能换来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。在五百次的回眸，可否换来诸位英雄豪杰女侠们的关注啊？来，刀剑如梦送给我黑木崖的诸位少侠女侠们。边点赞，祝你们财富千千万，前世都在回眸了。人生如梦，刀剑江湖，来扣一波江湖二字，祝你们江湖路上一帆风顺。
关羽，侠骨柔情，刀剑如梦，送给诸位。仗剑鹏程已是天，有酒平步上青天。来，诸位上下武侠们，刀剑江湖怎么能够少得了酒和情呢？我有情，你有酒，来，各位豪侠武侠们，举起手中的大啤酒，让我们事业生活长长久久。有啤酒的一人一杯，没有啤酒的就可以不干字。来，让我们一起仗剑江湖啊！干杯！行走江湖啊，除了就是个痛快。好，下一首曲子你们想听什么呢？感谢我们王菲送来的999星星大队，谢谢。呀，999，长长久久，愿我们的友谊长长久久啊！让我看看下一首，给你们来首欢快一点的啊。你们来首《太想念》，偏偏掉落，来个舒缓点的《太想念》如何？你的承诺听过《太想念》的吗？哎，你们听过《太想念》吗？听过的可以拨一，没听过的可以拨二。回不去的缘弥漫了我整片天，大的呀，没问题，大的掉地上了，地上的岁岁平安，还落地开花了。拉长了思念，在梦里万个遍，却来不到我身边。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，那爱过的心还在祈祷，再见一面。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，好比天上风筝断了。传音令回家的家人们，家人们，灯牌记得点亮，欢迎你们回家了。你太好精神了，哎，立了宝典那必然是好精神了。来，作为上下武侠们，现在时间是6:50，来看一下我黑木崖人气榜排名有多少位家人助力。应该要一天比一天多，就是进步。当我黑木崖终有一天灯牌变成红色的时候，都是我们诸位少侠女侠们的功劳。23还有点少哈。来，各位家人们，诸位少侠女侠们，免费人气票记得分享到群店，粉丝大群。我们付费人气票，每一位家人们记得至少付一张付费人气票。太想念，你不曾看。那么接下来就准备来太想念了。我对你太想念，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。蓦然回首，奈何人已远。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，那爱。
山别好比天上风筝断了线，咱们一花一世界，一情一追寻，一键传音点关注，二话不说刷礼物。你们的温柔传音记住，来，接下来传音准备为你们弹一首《太想念》。作为少小女侠们，来，我们一起来把我们的一阳子练一练。一曲一场叹，一生为一人。上点关注，下点赞，祝你们财富千千万。我们现在黑木崖世界多少？看看。2.5万对吧？来，点到3.5万。太想念，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。加快速度。爱过的心还在，需要再见一面。我。一首太想念，一花一世界，一情一追寻，一曲一场叹，一心为一人。为了爱你和你爱的人，来，我们一起送上一颗小星星，祝大家心相结，心相印，好吗？来，一人一个小星星。谢谢一妹子送来的，这位女侠送来的千纸鹤。好的，太想念。
江湖问路不问心，问心问得几路行，遂心江湖行，情珠非我惜，希望祝君不悦之事能够一扫而光，不喜之态也能伴随着琴声一同消散，解除烦恼的关注，大家点了没有啊？再把关注点一点。要知道关注是情啊，灯牌是意。这么早起来创业了，对，一扫而光，开心就好。好，来下一首曲子，想听太极随缘的扣一，男儿当自强选二，万里长城永不倒选三。来，诸位选曲选曲。零是什么意思呀？啊？哪个票多？对，我们早上比较早了，现在对不对？早晨也要有虫吃啊，你们说对不对？抖音上面也不知道，女人味。这个问题问得好。那女人是个胃吗？你他说我没有女人胃，那可能是我宝典练得还不够，那我再多练练吧，练的层次越深就越有女人味。我觉得我的男性特征已经不明显了呀，这胡子也练没了，喉结它也练消失了。我觉得你这女性特质还可以了吧，怎么还没女人味啊？真奇怪。三啊，选票数最多是三是吧？三是万里长城永不倒，早有的虫子被鸟吃，那你是虫子还是鸟呢？欢迎新朋友加入粉丝团，王菲是的，嗯，东方不败，欢迎你们来到黑木崖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一首《万里长城永不倒》，是这首曲子吧？万里长城。无极影人为为数与阴阳，万里长城永不倒是80年代特别火的一首爱国歌曲。我爷爷也是军人呐，他说人可以没有文化，但是不能没有爱国精神。你们觉得对不对呀？点赞点到3.5万，好。来，诸位，接下来准备弹一首《万里长城永不倒》了。这首曲子你们听过吧？应该都听过，对吧？来，听过的朋友扣一波一，没听过的朋友扣一波二。爷爷说的对，是的。叶彩风铃，问我国家哪样烟飞？冲开血路，挥手。诸位少侠女侠们，曲未听完，入门已是江湖。情未动，入耳已是乾坤。如果觉得这个曲子觉得好听的话，能够给祝君得一悦耳，为了我们共同的喜悦，来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传音祝你们事业更进一步路。一首《万里长城永不倒》送给我黑木崖的诸位少侠女侠们。Thank you.
听一些。来扣一波霸气，祝我们的祖国繁荣强盛。好，一首歌曲送给大家，来，诸位小仙女侠们，天地有情尽白发，人间无意了沧桑。来了，诸位少侠女侠，你们不留下一点什么就这么走了吗？来，一人一颗小星星，祝你们年年升职又加薪；一人一根棒棒糖，祝你们幸福美满，生意辉煌。来强盗要侵入，最终必送。
快去吧，快去快回。传音另一出，哎，我们现在是和平时代，不讲究这腥风血雨。彩凤翎，我国家那样艳丽，冲开血路，挥手上吧。诸位少侠女侠们，满堂花醉三千客，一曲松寒十四周。曲虽寒，心却暖。来，免费的关注点了吗？加入黑木崖，点亮传音令，传音陪你抚琴饮酒，共赴财富路。点了就不冷了。对。好，诸位少侠女侠，下一首曲子，来，我们准备弹下一首曲子哈。我就给你们来一首轻松一点的，给你们来一首曲中人吧。嗯，来一首曲中人。出门不知曲中意，这首曲子你们都听过吧，不入江湖啊。哎，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江湖啊。初闻不中曲中意，再听已是曲中人。诸位少侠女侠们，人生难得遇知己，加入黑木崖，点亮传音令啊。有小星星的我们就得一人一个小星星，支持一下传音，支持我们的民族艺术啊。来，诸位少侠女侠们，上点关注，下点赞，祝你们财富千千万。神仙虽有亦可为，我黑木崖的少侠女侠一起把神仙二字飘到公屏之上，希望黑木崖的家人们能够边听曲，在生活中能够快乐是神仙。Thank you.
听一首曲中人送给我黑木崖的，作为少侠女侠们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我们的民族艺术啊。来，作为少侠女侠们，谁深情依旧，一颗小心心相结，祝诸位开着保时捷。弦断曲尽终不悔，祝你们每天都过着情人节。来，一人一颗小心心，也支持一下传音，支持一下我们的民族艺术。三听一声许愿中人，王菲如，你还想听什么曲子可以和传音说哈。满山的伤痕，好，我们弹下一首曲子，爱江山爱美人选一，笑红尘选二，笑庄秘史你选三。来，我们点曲了。二是什么呢？一二三，有没有二是流星？没有听过，但是只要你的碎银子够，我是可以弹的。笑红尘呐，好，那我们就弹笑红尘呐。听过，我确实没有听过，但是我能不能弹完全在于你。如果你用碎银子点曲的话，我马上就可以弹，我一听就会，你相信吗？你要不要试试？红尘多可笑，说你那是抽风了吧，抽电。一怕胡言，心却一无所然，只想换个半世逍遥，心事对人笑，梦中却忘掉，看他醉得太早，来生难了，爱恨一笔勾销，对酒当歌，我只愿开心当老，红尘的路上跑，花再美也不想要，人多飘摇，天越高心越小，不管你我有多少，独自醉倒。今天哭，明天笑，不求有人能明了，一身骄傲。歌在唱，舞在跳，长夜漫漫不觉晓，将快乐寻找。少侠女侠们，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民族艺术黑木崖。来，诸位少侠女侠们，点个关注不迷路，笑傲江湖第一步。风在等，故乡好，花在一曲笑红尘。关注是情，灯牌是意，礼物是你我感情的催化剂。我有多少准备谈笑红尘了。今天哭，明天笑，不求琴声好听，好，一身骄傲。来，传音准备谈笑红尘了，诸位少侠女侠们，不觉笑将快乐寻找，风格的故乡好，花再美也不想要，人多摇摇，笑
城这首曲子呢也分为两个版本，原版原素还有低阶版。来生难了，爱恨一笔勾销，对酒当歌，我只愿开心到老。风在浪不上，想听原版原素的朋友可以播飘一，想听天越高兴低阶版的朋友可以播二。多走醉倒，对酒当歌，只愿开心到老呀。来，你们想听哪一个版本？你是风清扬心飞扬吗？红尘多可笑，痴情最无聊，目空一切也好，此生未了，心却一路索绕，只想换得半世逍遥。心事对人笑，梦中全忘掉，怎么可能会是可乐呢？ 你想的有点多呀啊！来生难了，爱恨一笔勾销，对酒当歌，我只愿开心到老。风在浪不想逃，花再美也不想要，任我飘摇，天越高心越笑，不为宁国有多少，独自醉倒。今天苦命天笑，不求有人能明了，一生骄傲。既然来到黑木崖拜访，那你有没有带什么见面礼啊？来，一首《笑红尘》送给我们黑木崖诸位少侠女侠们。笑人间，家人们把笑字扣在公屏上，让我们一起笑看红尘。可以把笑字来，
笑看红尘。来，作为少侠女侠们，五湖四海皆兄弟，喝好酒交好友，一人一杯大啤酒，让我们笑傲江湖笑红尘，江湖路上一起走。长路漫漫不绝小。来，作为少侠女侠们，我有我的情，你有你的酒，交朋友共相识，共走财富路。来，仗剑红尘已是癫，有酒平步上与青天。一杯一杯大啤酒，来，让我们干了。祝你们事业长长久久，笑红尘呐！一边弹琴一边喝，真是惬意无比。不知你们能不能感受到呀？什么叫边听边弹曲子边玩？弹弹琴，喝喝酒，聊聊天。玩一玩，哎呀，这人生啊，这是什么人生啊？这是开了挂的人生吗？欢迎诸位新朋友们来到黑木崖，诸位少侠女侠们，神仙的日子，对。欢迎大家，人生如朝露，难得晴风知己，欢迎你们英雄豪杰女侠来到我行侠传音的直播间。传音呢是一名民族乐器主播，喜欢霸气洒脱豪迈之举的诸位少侠女侠们，可以点一下免费的关注，闲暇之时来我黑木崖听曲品江湖。下一首，下一句你们想听什么呢？男儿当自强，选一；孝庄秘史你，选二；精忠报国，选三。你好像醉了，醉了弹醉情啊！我喝醉了，我弹醉情。你喝醉了，你刷华子。就他提示你，余额不足。是不是啊？咦，男儿当自强是吗？好，给你们来一首《男儿当自强》，送给我黑木崖所有的好汉们。开不到现在吗？还是早早就开播了？你猜一猜，如果你猜对了，你就加入粉丝团，点亮传音令；如果你猜错了，你就点点关注，再加入传音令。
咱能不能狡猾一点啊？每一个你都听过哈，这个人也不需要我多说。来，把这首曲子送给我黑木崖所有的好汉们，还有我们的女侠女汉子们。热血热肠做好汉，昂不挺胸做栋梁。希望所有听到这首曲子的朋友，那些汉子们能够改邪归正，不要当个小黑子小喷子，能够热血热肠做好汉，昂不挺胸做栋梁，不要畏畏缩缩做小黑子小喷子。你们说对不对呀？啊？如果听了这首曲子，咱直播间有没有小黑子啊？问问啊，直播间有没有小黑子呀？啊，来来来，咱就问问啊。觉得自己是好汉的，扣一波六。觉得自己是小黑子小喷子的扣一波七。来，让我看看我们直播间有多少好汉和小黑子小喷子呀。是女汉子的扣一波八。什么？你是女汉子啊？你扣八，你是女汉子啊？喜欢你是女汉子。王良，你也是小黑子。王菲扣几？你认为你是女汉子，你扣八，但是你肯定是不是小黑子。好，来，那么祝好汉们一路长虹，祝小黑子们改邪归正。来，让我们做比太阳更光、比光更热的汉子，好汉子。来，送给大家。来，记得去，汉子们，女汉子们，好汉子们，上点关注，下点赞，祝你们财富千千万。来，把士气往上面走一走，现在把黑木崖的赞点到六万整。Thank you.
汉子，比太阳更光，比光更热，昂步挺胸，做好汉。送给所有的小朋友、小孩子们。心寒从容，一语一声。作为上山公侠，此琴能平静天下不快之事，此音能弹尽天下不语之心。如果你在传音直播间里面感受到一种豪迈，一种去忧之心，来，一人一颗小星星，去掉你我的不渝之心。做个好汉子。一首《南安张志强》送给我们黑木崖的好汉们。这是个高手啊，那当然是了。来，给大家展示一下我黑木崖的高手，随便一个内气内伤。好，再次欢迎大家来到传音圣地黑木崖。弹完这首曲子之后呢，我竟然觉得有点累呀，要不我给你们来一段演一段东方不败的戏好不好？我有点累了，我弹的我手指有点颤抖。来，给你们来一段戏来，你们弹是温柔的不？我们先演一段戏再来弹温柔的好不好？啊，来，别着急，来，什么西方的，如假包换的东方。来，诸位上山鬼侠们，为你们来一段经典的东方不败的戏份啊。来一段啊，教主，妾身受命画东方山河图，赶贺三天后教主举旗北上，预祝教主早日登基。你的样子，你不要害怕。你的声音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是不是葵花宝典把你变成这样的？我变成怎么样都不会忘记我的爱妾诗诗。江山如此多娇，念无数英雄尽折腰。现在你该明白为什么我不跟你同床。哼，葵花宝典，我毁了你。怎么样，精不精彩？碧海潮生曲会吗？会。东山河图，赶贺三天后教主举旗北上，一种。今天下午，传音这个你们来一点更精彩的哈。你们喜欢看戏听戏的，喜欢看戏的听戏的，今天下午我们来一段更长的，十分精彩。来听，既然精彩，来点，把你的灯牌点亮。
欢迎直播间的诸位少侠女侠们来到传音圣地黑木崖。传音是一名民族乐器主播，喜欢豪情霸气之曲的少侠女侠们，记得点一下免费的关注。三分喜欢点关注，七分喜欢刷礼物，十分喜欢就入团永守护。来，下一首曲子。谢谢初心送来的墨镜。来，作为少侠女侠们，下一首曲子。想听《爱江山爱美人》选一，《精忠报国》选二。《霸王别姬》选上，《碧海潮生曲》其实我未弹过，但是我们肯定会，一听我就会。你问我会不会，我肯定会。我能说我自己不会吗？都想听了就一首一首来。我黑木崖有任我行教主啊，你可能没见过。好，爱江山爱美人，对吗？少侠女侠，诸位，一生转战三千里，一曲能挡百万师，众人拾柴火焰高。来，家人们，少侠女侠们，戳戳屏幕，一阳子为传音，为我们共同的美好点点赞，我们一起来把赞点到七万整。来，一首《爱江山》，美人。这条路漫漫又长远。
觉得好听喜欢的朋友一起来扣一波酒，传一祝你们江山美女永长久。给我诸位少侠女侠们，好，一首好听的曲子，谁深情依旧，一颗小心心相结，传音祝你们都开着保时捷，悬断曲径终不悔，祝你们美女在怀，天天都过情人节。来，有小心的朋友们，一人一个小心心。谢谢我们初心女侠。好，下一首。下一首曲子，我给你们推荐一首《随缘》吧。下一首，我们将弹奏一首太极武侠曲《随缘》。这首曲子呢，知名度还是很高的，对吧？啊，你们有多少人听过？来，听过太极张三丰随缘的扣一波一，没听过的扣一波二。听过吗？没听过扣二，听过扣一。听过可以删吗？可以。Oh.
二侠女侠们。尘世如潮，人如水，只叹江湖几人回。传音是个宝，丢了可不好找啊！来点点关注，传音武艺高强，关注传音好运多多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做微商小哥小们，边听曲边点点赞哈，边听曲边点赞。浮生浪迹笑明月，琴瑟和鸣一曲清，人间自有真情在，给我点赞你最帅。给我们呀，现在点赞是多少呀？6.7万啊！来点点赞，点点赞，来家人们，收藏鬼侠们，把它点到8万整，祝你们都发发发！来，一首随缘送给诸位。小星星，来，我们一人一颗小星星，祝大家都能够万事顺心。
传音令，回家的家人们，家人们，灯牌记得点亮，欢迎你们回家了。好，下一首曲子，诸位，你们想听什么呢？想听《云宫序一》选一，想听四级，啊，四级弹过了，《云宫序一》选一，《孝庄秘史》你选二，《精忠报国》选三。笑红尘刚弹过，广陵散可以等一会儿。嗯，一多都想听一是吧？笑云宫序好像系列的改调啊。好，这位上弦鬼侠们，那就依大家的来一首云宫序一。这位上弦鬼侠们，你们看看这个士气哈，7.3万还没破10万。来，上弦鬼侠们，我们边听曲边点赞，祝你们财富1000000万。来，点到8.8万，让你们每天都发发发。我调琴。再次欢迎诸位上弦鬼侠来到明珠艺术黑木崖，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。免费的关注点一点，点关注在黑木崖，让生活不迷糊。还没点关注记得点点关注呀，上弦鬼侠们。来，接下来准备弹琴哈。现在黑木崖是7.7万，来，我们点到8.8万，点到8.8万，祝大家财富1000000万。一首《云宫序一》送给诸位。云宫序一，嗯。
好，云国绪衣。一首非常经典的曲子，送给我黑木崖的诸位少侠女侠们。来，诸位少侠女侠们，此琴能平静天下不快之事，此音能弹尽天下不语之心。来，如果你在传音直播间能感受到去忧之心，来，一人一颗小星星，去掉你我的不语心。感谢诸位的星星队，也谢谢你们对民族艺术、对传音的支持。下一首。想听世间始终你好，选一。想听向往行，纯音乐，选二。想听三生三世，选三。来，我们选曲。他的选曲选的不是很整齐呀、啊，啊，那我们就弹一吧。二，向往行吗？好，那我们就一首一首来，都弹。财富千千万，我们一起来把赞先点到9.9万，嗯，现在是我们8.5万啊，点到9.9万，祝你们
茶园，滚滚进。来，边听曲子边点赞，开始。来喝一杯酒，致敬永恒的经典。送给我黑木崖诸位少侠女侠们。郭靖问黄蓉，你说这世界上谁的武功最高啊？黄蓉说，一山还有一山高，但是对我最好只有你一个。来，我们一人一颗小星星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郭靖黄蓉的爱情，心相印心相结，祝你们幸福千千结。来，多少人羡慕郭靖和黄蓉的爱情啊，是吧？羡慕吗？你们羡不羡慕啊？你的歌里是这么唱的，我不要武功，我只要靖哥哥的爱情。曲子，来开始选曲啊！想听《倩女幽魂》选一，《向王行》选二，《牧羊曲》选三。刮台风，那把我们家的小星星都刮走了怎么办？本来就没有小星星。
着小美人回家。让我看看你们选的什么曲，都选的一呀，一是什么呢？啊？一是什么曲子？怎么都选了一？我先忘了。一是什么？一是《倩女幽魂》呐。好。那就弹《倩女幽魂》了。曲子需要改个调，来自微笑小女侠们，传音调情，您点赞呢？感谢所有此时此刻帮传音点赞的少侠女侠们，天若天人间自有真情在，给我点赞你最帅。现在是9.3万的点赞，来点赞点到10万整，祝你们十全十美。风仿佛在梦中。放了几个小时啊，一直循环放吗？啊，循环弹《笑傲江湖》，弹到你们吐为止吗？弹到你们都把所有的一切扔下去，葬进天涯，好不好？人间路。再次欢迎所有接传音令回家的家人们，家人们，我们记得每人上1张户人机票哈，每人1张就可以，2周都不要了现在。